41岁骚扰中细骚，今年4月被商台解雇，太太陈咏兰阿 wing 陪佢走过难关，两人结婚9年，生咗2个仔，但系一直系爱妻号嘅细骚惊爆背妻偷食。2年半前玩 IG 认识咗 KOL 阿 B， 喺葵涌租私斗做炮房幽会。今日偷食事件报道一出咗街，细骚接受传媒电话访问嘅时候就话：吓，我了解一下先。记者再问佢有冇偷食嘅时候，佢就话冇，我煮紧嘢食咁话。